陳志全議員。多謝主席。我呢已經離開了這個特首辦，進入了一些保安局轄下的紀律部隊。剛才我上一節是針對於黃毓民議員所提出的表決編號192總目45消防處的削減。其實黃議員這個呢，雖然他未發言，以我所知是一個象徵式的削減項目，但我剛才呢一直發表緊呢是對於消防處的一個很重要的指控，就是護理人員會對消防處制度上的一個很大的指控。剛才中間大家吃飯的時候響鐘很辛苦，就是令大家感受到呢這些救護人員當他們當值吃飯響鐘要出勤的時候，出勤之後你要補返幾多少時間給他吃這個故事真是，我想大家也特別感受得到啦。今個晚上我複述返少少，因為剛才斷咗。根據公務員事務規例第544條適用於他們，因為而不是541條。第541條定明每週規定總工作時數為44小時的公務員正式用膳時間1小時，但是544條呢就說要取決於各紀律部隊的總職責，並取決於各紀律部隊的員額編制和當時實際人手情況。即是說呢莫須有，即是不需要跟這個守則。因應員工用膳時間經常被打斷，消防處呢他就說自己已經訂定了靈活用膳時間安排，鑑於紀律部隊人員呢需執行緊急職務和參與召喚行動，政府當局認為呢按運作需要釐定此等人員的規定工作時數是恰當的做法，即是沒有回應到這個問題的。到底消防處是怎樣靈活安排的午膳時間的呢？根據消防處常務訓令所載的日程，一般前線的救護員呢可以安排在指定的1小時55分鐘之內是享用午膳，之內的話不是說給你吃完的話，正如其他規定工時同樣為總工時的紀律部隊人員一樣，前線救護員可能因為執行緊急任務而令到原定的用膳時間中斷，處方表示有責任確保部門能夠隨時為市民提供緊急服務，同時亦需為前線人員作出合理的用膳安排。那怎樣叫合理呢？消防處就說他一向都是嚴格遵守政府的指引，制定救護員的用膳安排，並且在運作和資源的許可之下逐步作出改善。在運作和資源許可之下逐步作出改善的意思是什麼呢？就是酌情給多給返少少時間你吃，絕無剝削屬員的用膳時間。然而處方又表示，如果將救護員的用膳時間定為無需執行緊急職務的1小時，就等同改變屬員作為紀律部隊人員的服務條件，所以處方是無法作出有關安排。其實現在的即講了這麼久，實際情況是怎樣呢？很簡單可以跟大家講，其實有三個制度的，消防員、控制室人員和救護員都是要緊急，都是緊急部隊隨時候命，但是它三個時間就是75分鐘、60分鐘和30分鐘目前呢處方只作出30分鐘沒有間斷用膳的保證和補償機制，這個做法變相是每年間接是增加每名救護員約100小時的工時，重點呢不是午膳時間是否被打擾，而是用膳的時數被剝奪。難怪前線員工是高呼是當局是克扣這個飯鐘。雖然當局列出數據指出，相對於2008年、2009年以至13年救護職系人手編制增幅是 16.3%， 實際增加人手是396名，相比旗下的消防職系和民職系略高。但是就更難解釋為何那些前線的人員要有1小時吃飯都仍是這麼艱難。當局有關的預算的時候，
是否漠視了護理人員所需，嚴重低估了綱領3救護服務所需，第544條的精神是否其實存在了漏洞，否定公職人員用膳時間為1小時的基本權利呢？另外，署方對於遲遲未增加輔助醫療救護車主管津貼的回應，亦都是叫救護員氣憤。署方表示，2010年年初，署方應公務員事務局的要求，跟進紀律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在當時提出的職系架構檢討報告書裏面建議，根據前護理提供者和其他輔助醫療服務的協助情況，進行檢討和制定適當持續的專業發展架構和穩健的資歷認可編制，以維持和提高本港輔助醫療救護服務的質素。即這些都是官樣文章。一方面，署方表示已經作出改善，說檢討工作早在2012年年底完成，當時署方作出一系列建議，包括資歷認證安排、繼續發放輔助醫療津貼，以及無需經常執行輔助醫療救護車主管職務，每月不少於 50% 的工作日，並持有2級救護醫療助理資格的救護員，即使並不是署任隊目都可以領取津貼。但是另一方面，署方又推卻說他們理解有屬員希望進行檢討時一併檢討輔助醫療津貼額，但由於該議題不屬於是次檢討的範圍，即是推了說離題啦，而且署方需要深入研究津貼的水平，倘若同時處理兩個議題就會。你詳細講這些情節跟這個議案有什麼關係？好，修正案有什麼關係？好，我將太深入的情節就不講，我現在講回審計署。審計署就踢爆消防年報造假，年報造假，消防丟假，署方被審計署指報告是甩漏處處，就辯稱採用被動的匯報機制，卸責說前線就沒有自行匯報。現在就再加上剛才我講了很多個大消防主義，重消防是輕救護人員，令救護人員是長期備受剝削。對於審計署所指署方是否能夠按承諾修正過往的過失，是令人擔憂。審計署炮轟消防署的10宗罪，包括延誤處理、積壓未完成處理的投訴多達1525宗，延誤跟進有投訴個案最長拖延425日。第三，報告造假，俄稱前年和去年的處理投訴在3項指標是100%達標。第四，向沒有呈報消防裝置和設備證書的樓宇發出勸喻信之後，懶理有沒有遵從。第五，儲存或者製造危險品等處所4年沒有交證書，沒有記錄曾經執法。跟住還有打擊非法加油活動不力，沒有向裁判官申請沒收危險品。第七，樓宇火警中1年之內5名超過100次，竟然不跟進分析。第六，推出電子提交證書，聲稱預判消防裝置承辦商會用，結果使用率只得 25%。 第九，13年來落實改善消防裝置承辦商註冊制度進度欠佳。和最後第十，消防裝置設備、消防裝置承辦商紀律委員會聆訊獲批後，延至16至50個月之後才展開，違反規定。不過由於我剛才講了很多，其實都很體恤救護人員的情況，所以如果要大刀闊斧去再削減消防署的開支，是會令個情況是更加壞。今年消防署根據總目45消防署的全年總預算是50.072億，這個數目在紀律部隊裏面並不算是最高，所以我相信黃毓民議員今次提出這一條的修正案，應該都是好像我剛才這樣說，是象徵式
是一些最不會影響救急扶危的項目，現在他這項修正案是削減大約相當於消防署就加強支援增加土地供應所開設的5個職位，好像都不是多拉更、金額只是1828,000元，是象徵式呢是削減消防的開支，希望反映，希望消防署自己是好好地反省我剛才所講過有關的問題，尤其是包括是從消防興救護和審計署提出的10宗罪，是盡快就此是作出改善，否則呢我們來年呢一定會再在第二部分呢是削減消防的開支。而這一條如果作為小懲大戒呢，我們希望各位議員呢可以支持黃毓民議員所提出的這條第192的修正案。咁跟住落嚟呢我要講呢就係總目第94法律援助處。主席，本人現就總目94發言呢涉及嘅修正案編號呢包括有493、494、495。梁國雄議員提出呢嘅決議案呢係削減分目000，而將總目94削減2423,400元，削減大約相當於法律援助署署長起薪點薪金的全年預算開支，以及已決為削減分目000，而將總目94削減1211,700元，這個是削減大約相當於法律援助署署長起薪點薪金6個月的開支，即使呢是有一個選擇給大家。黃毓民議員呢亦都在這個法律援助署那裡提出了削減的項目的。黃議員提出的決議是削減分目000，而將總目94削減10萬元、這個削減呢大約相當於法律援助署是用於公務籌作的全年預算開支。兩名議員提出的修正呢是集中在署長的薪酬以及署方的公務籌作，前者關乎署長的工作表現如何，後者呢關乎署方在司法行政而非政府行政上呢能不能夠做到公平正直而不是曲意迎合，現行的上訴機制是否周全，能不能夠確保法援署署長的權力不被濫用，實在是叫公眾是擔心的。法援署作為一個在體制下隸屬政府部門，能不能夠表現出它的獨立性呢？自從法律援助範疇在2007年由政務司司長辦公室轄下的行政署轉移到民政事務局，加上法援局2008年的檢討和其於之前所作出的研究，兩者的結果是相差甚大的。其實早在2010年當年就有立法會議員認為這樣足以證明法援署的獨立性是出現了倒退，當時當局是對於法援局認為另設機構以獨立管理法律援助事宜只是理想的做法。有議員在委員會上表示不認同，並指出有很多海外司法的管轄區都是負責提供法律援助服務的機構，都不是隸屬於政府部門的。議員質疑法援局按什麼理據是指法援署的服務令人相當滿意呢？並指出由於法援署署長和法援局成員均是由行政長官委任，法律援助事宜可能會受行政機關干預，而該等委員強調法律援助服務不單止是需要獨立地去提供，而且是要讓公眾對這個情況是有目共睹，是至為重要。他們都重申對於設立獨立法律援助管理局的支持。在2013年去年6月25日舉行的會議上就設立了一個獨立的法律援助管理局的議題，當局的態度依舊是愛理不理，即使有民間團體表達
有真正的需要是申請法援遭拒，亦易受到行政當局的干預。當局認為現行的架構是行之有效，即使是兩大法律專業團體，香港大律師公會